人缘好。吴磊晒国足合照引西班牙人众江留言，皇马名将写拼音鼓励。赛后吴磊也在自己外网的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中马之战国足首发11人的照片，他还用中西两国语言配文写道：好的开始，并且配上了一个展示手臂肌肉的加油表情。显然吴磊对于自己和国家队世预赛首秀的表现非常满意。由于不少国家队队友并没有外网账号，因此评论区主要是西班牙人队的俱乐部队友给予吴磊送上了点赞和留言。而最让暖心的便是格拉内罗，这位前皇马名将也是吴磊在西班牙人队的好搭档，特意用汉语拼音写下了 HAN,HAL 来给吴磊打气助威。此外，像并没有与吴磊做过队友的西班牙人队旧将武汉卓尔外援巴普蒂斯唐，还有曾留洋欧洲的国脚张玉宁，也都给吴磊点赞和鼓励。